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眼睛不肿啊？清凉药用完了吧？下次试试辣椒面呗。叶淼，我觉得咱们还是吃饱了再解决私人恩怨，这碗饭都没了。果然讲究呀。我很少看到女生笑得像你这么猥琐啊。又啥自行车呀叶苗，又啥自行车啊你。魏杰哪儿啊，走个面假装关心我也是在演戏啊。我要是真的不关心你，你会接受吗？绝不会。那不就得了。你确定你要住？请假。行，别后悔。这疼啊你，快点。你拍我吓死你了。啊造谣，你给我打成脑震荡了吗？我就让你震荡震荡。叶苗，你是我见过最小气的男生。哼，夏蕊宁，你是我见过最阴险的女生。我警告你不要这样对我啊，张嫂辱母知不知道？啊呸，真不要脸。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你好过。哎别胡闹了，就是杀你一千赠你一千五啊。别管，手撒坏了。